慧珊阿姨是看我长大的，然后我觉得今天可以跟这么多的创作人这么多的艺术家可以在一起真的是我的荣幸，谢谢。最近其实也就一直在忙新的音乐，对，我觉得可能音乐我觉得跟 Glass Art 一样，它是一个需要可能一直去让自己再找出新的一些可能性，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时间，因为我可能也一直对自己的东西不是太满意，所以一直在打破自己可能现在的一些作品，然后要怎么样找出一个新的方向，对对对，所以也基本上就忙音乐还要忙儿子吧，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顺其自然吧，如果他有这样子的天分或他有这样子的兴趣，那我就会鼓励他，对对对。这一点有没有育儿心得？育儿心得就是很多的 sleepless nights， 很多的这个无法睡觉好好睡觉的夜晚，对对对，那就做那个安眠曲。对，安眠曲，对，那个安眠曲是可是要给我自己的，不是唱给他听的。是平常唱那个？会啊会啊，我们会放很多音乐给他听，然后但是他现在可能还年纪还比较小，所以可能还没有办法真的他，但我觉得他可以感受到，对，有些音乐里面的一些喜悦啊等等。会让他听爸爸的歌吗？我自己不会放，可是我老婆会放 ，Penny 会放。据说他听我的音乐就会很快就睡着了。对对对。太棒了，对，谢谢谢谢。慧珊姐有看过她的小朋友了吗？还没，没有，什么时候？改天好，慧珊阿姨跟张导欢迎，谢谢，我们一定去看，谢谢谢谢。那你觉得小朋友比较像妈妈像吗？现在好像基本上完全像我，对对对，我的不一定是好事就是了，对对对，我的 DNA 好像还蛮基因还蛮强的，对对对。那比较喜欢黏爸爸还是？现在其实 OK， 我觉得我们两个他都蛮黏。都卖给他，谢谢，谢谢。